受冠病疫情影响，明年的庄艺大游行将改变呈现方式，首次在线上举行。明年的庄艺大游行将与往常大不相同，来自150个机构的2000多名表演者将不会在大街上表演，而是通过电视、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将现场表演带给观众。明年庄艺的其中一个亮点是，来自全球十多个城市的舞狮队将借助电脑生成影像，呈现100支舞狮的联合汇演。主办方人民协会也会利用科技重新打造传统民族表演，公众也可提交歌唱、舞蹈或才华表演视频参与这次的线上直播。第49届庄艺大游行定于明年2月20号举行。